9日，福原爱发文自曝二胎性别，并称好久没有半夜起来吐吐了，胃痛痛睡不着，还不如白天这样晚上让我好好睡觉呢。儿子你想干啥？文中福原爱大方公开二胎性别为男胎，儿女双全超幸福。此前江宏杰发文宣称福原爱怀二胎喜讯，并表示目前老婆已经怀孕6个月多，很期待宝宝的到来。网友纷纷评论道，当妈妈真辛苦，那爱将白天要好好休息呀。小小江看来也是运动细胞发达的孩子，儿女双全，幸福的一家人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